起龙帅，平定四域，创不世之功。四域初定，尔等万不可懈怠，护我龙国国土之安宁。谨遵龙帅令。千年前，我继母诬陷我贪污龙腾集团百亿资金送我，我妻子也被赶出龙家。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我自狱中应招入伍。如今荣耀加身，我也该返回东江，同我妻子共享这举世荣光，洗清我不白尘。誓死追随龙帅。阿郎随行，尔等继续镇守四域，不得有误。龙帅，暗组传来消息，前侍卫长董承现已成为东江首富，他已为您备好酒宴，为您接风洗尘。此事稍后再说，我妻子蒋金有个消息。龙帅，夫人她发生什么了？快说！马家大少马凯欲对夫人行不轨之事，夫人拼死反抗，失手将其杀害。现在马家人要其陪葬。什么？立刻赶去马家。是。多谢王总督前来吊唁我儿。马兄，臣子也爱，可惜了贤侄英年早逝。好啊，你死的好惨呐、啊！今日为何就把一个小贱人给杀了？下去，好好侍奉于你。你不得好死！我可以不放过你的。小贱人，你当初若从了婉儿，咱们两家联姻，又岂会有今日？你就认命吧，我怨就怨你们蒋家，是他们把你绑来送给我儿陪葬。大人，动手吧，我儿子该当着急了。我看谁敢！你是何人，敢来我们马家闹事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。哦，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龙大少啊。怎么，这是刚刚出狱就来给你老婆送行了？给我老婆跪下赔罪，饶你马家不死。我呸！你他妈还以为现在还是七年前？如今连龙家都不敢跟我们马家作对，更何况你个刚刚出狱的劳改犯。七年前我能压得你马武将抬不起头，现在同样如此。好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压我。来人，给我把他剁了。来人，给我把他剁了，让我二爷好好出出当年的恶气。你好大胆！你竟敢来马家闹事，你真以为我们巡捕局是吃干饭的吗？你巡捕局难道不是吃干饭的吗？此事是非曲直你不清楚，你置国法于何地？在这儿，我就是法，想先杀人。世人俱宰，你还故意伤人，罪大当死。看来我要多给你加一条心。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军士，但我也明白国法不可欺。你说是吗，总督大人？王腾，一个劳改犯居然敢对王总不动手，你简直……你他妈才是劳改犯！你全家都是劳改犯，这是军爷，龙军爷，我要弄死你！行了，你屁股骨也不干净，啊，送他去法办。是军爷，谢谢我。龙腾，我没做梦吧？你真的回来了？龙腾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，一个小军士而已。你没坐牢，让你失望了。七年前我蒙冤入狱，在狱中应召入伍。今天我一个小小的卒子，王总捕他忌惮你闹事，可我马家不怕，今天必杀你。马武将，好大的口气！马武将，好大的口气！董总，董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董总，你为我主持公道呀！他们居然在我儿子的灵堂前闹事，简直！我操！叶佩啊，
你儿子的死是死有余辜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有脸拉蒋小姐给你儿子陪葬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认错人了，我只是个小小的军师。哦，那个，我认错人了，你和我一个恩人啊，长得特别像。龙总，咱们俩是合作伙伴，你怎么向着他？你配配呀！啊，还有，你儿子算什么东西啊？董总，饶命！董总，我错了，我这就放了蒋小姐。让他回去了，我们先回家。喂，把马家全面封杀！啊，爸，欣欣是您的亲孙女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她死吧。大伯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如果不把蒋欣送到马家赔罪，那遭殃的可是我们蒋家，还不是你串腾的？够了！蒋欣给家主带了这么大的祸，你还有脸在这儿唠？好，我自己去把欣欣救回来。你还有脸在这儿唠？好，我自己去把欣欣救回来。你敢？你敢往前再迈一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爸，回来了。欣欣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太好了！都怪爸没本事，没能保护好你，你没事吧？蒋欣，你个贱人怎么逃出来了？你嘴真臭，再骂一句我把舌头割了。你是龙腾，你个劳改犯，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！住手！龙腾，你是劳改犯，你还敢在蒋家撒野啊？你以为你还是过去的龙大少爷啊？老家伙，你竟然敢把我老婆送给别人陪葬，你该当何罪？小鬼无你罪，笑话！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商业黑马呀？你现在是劳改犯，你有什么资格向我问罪？爷爷，龙腾不是劳改犯，他是一名军士，况且当年的事情，龙腾肯定是被冤枉的。闭嘴！你不给马少陪葬，你是想害死我们蒋家啊？老家伙，你再满嘴横风，我灭了你！哎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马家家主马武将来了，来，把蒋军给我绑了！走！哟，毛总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想把蒋欣啊给你放了。蒋小姐，我跟我儿子都不是人。哟，毛总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想把蒋欣啊给你。张恩子，我跟我儿子都不是人，做了伤害你的事情，我求您原谅我们。毛总，这是董成董总因为陪葬一事封杀我们马家，短短半个小时之内，我马家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您说的是首富董成董总？我求你原谅我们，只要您肯原谅马家，我保证马家从此滚出董家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我还有最后的1000万，全都给您，求您原谅我们。钱我收下了，你可以滚了。啊，没想到你马家没有今天。贾凤川，你不服？你要不服，我让你离开东家很困难。好，马武将今天认栽，希望你贾凤川有一天不要落在我的手上。滚吧！今天啊，董首富能为你出头，他是不是看上你了啊？你胡说什么呀，爷爷？董成先生这也是在主持正义，何况龙腾现在是军事，我是家属，别说马家了，就算是巡捕局来了，也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放屁！他只是个小卒子，脸哪有那么大？对，欣欣啊，你跟你个小子把婚离了，到时候我补偿他10万。欣欣啊，你跟那个小子把婚离了，
老子我不让他死了。爷爷，七年我都等得，这婚我不会离。晶晶啊，你糊涂。董首富在东江跺一跺脚，东江就会颤一颤。董首富看上你是你的福分，你是我们蒋家的福分。爷爷，你应该相信龙腾会东山再起的。什么？龙家还会让他东山再起？只要您支持龙腾，这都会也不管管你的女儿。爸，龙腾让欣欣等了七年，我心里也不高兴。可是这次我支持欣欣，欣欣今天差点就没命了，是龙腾把她带回来的呀。什么？你在指责我？啊！滚，滚出蒋家去！以后就不做我们蒋家的人。爸，你那一千万，拿来。还要钱？这钱是蒋欣犯错的代价，也是给我们蒋家损失的补偿，懂吗？你还要钱？老家伙，这钱拿着可烫手啊！哼，滚！还有，你住的房子也是蒋家的房子，三天之内给我搬出去。否则，不不客气啊！你非得把事办这么绝吗？滚！妈，你这个混蛋，一回来就害得我们没了房子，这以后我可怎么活啊？妈，这些年你们受苦。我一定补偿你们，让你们住上最好的房子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临江水岸，东江最好的别墅区。我要住那的楼王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那儿的楼王价值三个亿，你让龙腾去抢啊？行行，没事，过两天我们就搬到临江水岸去。好，如果你办不到，你就和欣欣离婚。董首富虽然年纪大点，欣欣啊，你听听啊，他就当了七年兵，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。龙腾。以后不准再惹爸妈生气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跟你一起的那个人是谁？哦，那是我战友。爸，这回全部查清楚了，这个董首富收拾马家，是马家的工厂出现了大问题，跟蒋欣没有丝毫关系。爷爷，董首富的下集团放出来消息，说要招一个项目经理，专门解决马家搁置问题。我老公刚好认识四海集团的人事部经理。真的，那太好了。小小王，这个项目经理两拿下哦，到时候啊，那些大狗人都是咱们蒋家的，那就太好了。放心吧，爷爷，我现在就想安排人。哎，欣欣，我见董城的四海集团在招项目经理，你快去试试啊。我倒是想去，但害怕不符合人家的要求啊。哎呀，你之前在蒋家都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的，小小的项目经理更在话下。来，有水桶。好了，简历帮你投好了，你准备一下面试的事情，我出去办件事。乾隆为董承叩见龙帅。嗯，谢龙帅。你受伤退伍本就是一件憾事，但是短短三年你便事业有成，很好，没丢黑龙军的脸。小人此生万万没有想到还能再见龙帅的天颜呐。小人死而无憾。我此次东江之行还能约告诉你。你家有眼无珠，他竟然敢诬陷龙帅，只要能一声令下，我定将他的。他的事情我会亲自解决，你配合案子调查当年真相。是。私欲出定，我还不好以真实身份现身，所以最近得好好收拾你的部下。这是我的荣幸，龙帅，为您上刀山下油锅，在所不辞。还有龙帅，至于蒋家之事如何处置呀？这个蒋东川等人可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呐，我害怕他们会处处为难。蒋家在欺负我老婆，你可以酌情处置。对了，我老婆在你集团投了险，你倒是可别把我卖了。哎，您放心，东江有一座楼王，你替我拿下来。龙帅，楼王我会帮您搞定，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。你等我回去。啊，好吧，小人这就去办。
刚才离开的好像是七年前龙家的妻子龙腾。混账东西，说什么呢？董总，我今天不杀你，看在以往的情面上，离开京城，把今天的所有事情都咽到肚子里面去，不要胡说，否则天涯海角，你必死无疑。滚！哟，蒋欣，你也来应聘来了？你可别做梦了，这家集团的人事经理可是我老公的朋友。龙腾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我跟朋友打个招呼，要你们去扫厕所，一个扫女厕所，一个扫男厕所。陆国辉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老公，你这个主意可太棒了，一个蒋家的弃女，一个龙家的弃子，两个人扫厕所可真般配呀、啊！你们老板，我不是，不是，龙腾，你敢骂我？信不信我让你们两个连厕所的工作都没有？这样，打个赌如何？赌什么？就赌谁能先应聘上项目经理，谁输了，跪在地上学狗叫。好，跟你赌。蒋小姐大可放心，只要是我向董总推荐的，董总一般不会驳回。那谢谢秦经理了。一会儿有一个叫蒋欣的过来面试，他可是我的死对头。龙腾，我面试已经通过了，你就等着学狗叫吧。你也太心急了吧，面试还没结束。怎么，你还以为会有奇迹？你个垃圾，你真臭，你妈的还没挨揍啊。怎么，龙大少还生气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跪下学生狗叫，我让你滚出四海集团。好大的口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四海集团是你陆总。陆国辉，你竟然敢扣我。姓陈的，你疯了。告诉我蒋欣只是个妓女吗？蒋欣，就你这种垃圾还敢来我们集团应聘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陈经理，滚出四海集团！你在狗叫什么呀？蒋欣小姐是我们公司需要的人才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，你被开除了，给我滚！滚！啊！你走！啊啊啊啊啊、你老子怎么会被开除？我弄死你个王八蛋！老婆，怎么了？龙腾，董总不让我们项目了。龙腾，蒋欣没有音频上，愿赌服输，赶快给老娘跪下学狗叫！你给我闭嘴！老婆，你怎么会音频不上？吴先生，董总没让我做项目经理，他让我做集团副总。你行吗？吴先生。我觉得蒋小姐才华出众，让她做项目经理啊，有点屈才了。所以啊，我直接让她做负责工程建设的副总。老公，董总慧眼识才，咱们就先做副总，不行再来。蒋欣，你个贱人，凭什么做四海集团的副总？有你说的什么份儿啊？给我滚出去！老婆，我走。慢点，跪下，学完狗叫再走。龙腾。我们的赌约是项目经理，不是副总，所以我们的赌约不作数。那么少，这是想赖账啊？敢在我的公司耍赖，我看你胆子不小啊！按龙先生说的做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是陆家的少，我姑父是政务局的局长，今天我就看谁在这敢动我一下试试。就是，谁敢动他一下试试？蒋欣，你给我等着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个垃圾！不跪下认错，你走不出四海集团。我今天倒想看看谁能逼我下跪。我最讨厌你这种言而无信的小人了。来人！
给陆少爷送送筋骨。上！东城，你敢侮辱我，你会后悔的。还有你龙腾，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。你今天就别想离开这儿。龙总息怒，我们认栽。滚吧。龙总，以后我老婆在你这儿工作，你可一定要多多照顾她。哎，龙先生，您客气了。夫人在我们集团呀，是我们集团的荣幸。得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拦着我？你知道四海集团的副总意味着什么吗？老公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成这样。是不是那个董总真的看上蒋欣那个贱人了？喂，姑父，你这副总到底得罪谁了？还不快退出！我刚才得罪了四海集团的董成。我领导现在怎么工作的呀？你竟然敢动他大导演，我给你打死了！那个姑父，我现在就去道歉。姑父，你别着急啊。让开！我要去给你们董总赔礼道歉了。我们董总说了，不准你再踏入集团一步，否则打断你的腿。你干！怎么，你的教训很痛？蒋小姐啊，让董总放了我。以前的事情我可以今晚不揪。求人啊，就要有个求人的态度。即使扳倒了我姑父，你记住，还有我们陆家，捏死你就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现在谁捏死谁啊？龙腾，你会掐死他的。你们陆家最好别掺和什么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龙腾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有本事你就来试试。国辉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，害我姑父罢了官。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！站住！陆国辉，你什么意思？是爷爷让我们来的。爷爷让你来，又没让他来。再说了，我俩好久没见了。好，老爷，老婆，你先进去，我跟陆大少好好聊聊。今天跪下，学生狗叫，我就饶了你。给你脸色，你给我射！今天给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对我。小心啊，哈哈哈哈，我早就知道你是汪强家最有出息的人。行了，别假惺惺的了，蒋欣早被你们赶出蒋家，不再是蒋家人。龙腾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国辉呢？外面学狗叫。胡说八道，快出去。你有话就快说，不然我带我老婆走。放肆。小心走。爷爷，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别，小心啊。爷爷还真有点事求你呢，你看啊，你现在已经是副总了，项目经理这一职能不能让小小担任啊？爷爷，我才刚到公司，这么重要的职位我无权决定。什么不能决定？蒋欣，蒋家培养你这么多年，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你都推三阻四，你眼里还有没有你爷爷？还有没有蒋家？二叔，我真的无权决定，抱歉。放屁！你给东城吹吹枕边风啊？还有什么事办不成？你放屁！你给东城吹吹枕边风，还有什么事办不成？老东西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龙腾，你放肆！我只是去那上班的。爷爷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。别！那这样，你能不能够多给点工程给蒋家呀？好，我尽量。但是工程质量你们一定要保证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警告你，不要打什么坏主意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
龙腾。啊，没事，陆公子在履行上午的赌约呢，我们走吧。龙腾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你蒋欣，让董叔把你玩够了，我找好几百个人，好好伺候伺候。还敢玩陆老板？看来陆家是真的没有存在过。轻点儿，龙腾敢如此折辱，今天放过他吧。啥啥啥？喂，爸！你混蛋！他妈惹谁了？你购物的事还是没解决，你为我陆家惹祸。不是爸，出什么事了？那我陆家合作的人全部拒绝了，那你凭谁是你惹祸？这陆家完了！爸。爸，喂！小小，这儿。爸，肯定是蒋欣那个贱人让董成出手的。哎，陆家一定也快完了。小小啊，你得想点退路呀。我们蒋家绝对不能够受到牵连。小小明白。嗯。孩子小小明事理啊，蒋欣这个贱人，拴着龙腾，一边不要脸的勾引着董成。最近啊，我们不要招惹蒋欣，我们只要把龙腾干掉，蒋欣不就离在我们手中了吗？啊，那个时候董成就不是我们所用了吗？啊？爷爷，听您的，放过那个贱人。爸，要不我派人干掉他？还需要我们亲自动手？我们只要把龙腾回来的消息散布出去，自然有人替我们出手了。对，龙家不会让他回来夺权的。还有唐家，想当年啊。那个龙腾把唐家折腾的快破产了，那个唐浩然知道龙腾还放过他啊？爸，还是你英明。哟，龙腾，你现在真的回来了？好狗不挡道，滚！我还要回去给我老婆做饭呢。哎呀，我的好大哥呀，既然没死就应该好好窝着。啊，我奉劝你离开东江，否则。哎呀啊，你说什么？你个混蛋，我弄死你。哎呀。既然你们这么想我，我一个小时后会重回东江，你准备好了。爸，那个逆子是什么时候回东江的？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爸，我也是在大街上遇到他才知道的。他那个混蛋，媳妇哪还有你这个父亲？啊，龙腾毫不顾念骨肉亲情，对他弟弟下如此狠手。淑宇，你可一定要替天儿做主呀！啊，你们也配谈骨肉亲情？谈儿回来了，快给你爸认个错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啊！你竟然敢打我妈！我跟你拼了！住手！啊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我妈去世三天你就娶了杜玉，你眼里可曾有过我这个儿子？你当栽赃我入狱，你不闻不问，你还配得上你是父亲吗？你这个逆子！淑玉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孩子还小。你还替他说话？我没有他这个逆子。逆子，好，我就接下这个不孝之女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回来不但要夺回龙腾集团，还要查清真相，报仇雪恨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逆子打出去！打出去！谁敢？谁敢？
我最后再叫你一声父亲，麻烦你睁开眼，好好看看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淑云，龙潭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我去给她解释一下吧。解释什么？让这个逆子给我滚！ 龙大少是吧？恭候多时了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会死人的。哎呦，你们听听，在江北这地界，谁敢跟我二爷这么说话？顾三，你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我老大可是江城的老大段郎，你敢动我一下？ 老三，你把废了你！段郎，让他给我滚过来！哪个兔崽子敢打我兄弟，不想活了？我。哟，龙少，你。段郎，你现在是越来越风光了啊！让我看看你打算怎么弄死我。哎呦，龙少，看您说的，段郎不敢。当年要不是龙少给口饭吃。 段郎早死了，段郎一直等着龙少回归东江。没想到等我回归东江的竟然是你段郎。我相信龙少定然再次威震东江，竟敢对龙少出手，自废双臂，饶你一命。龙少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龙天，他给我钱，让我在门口等龙少，然后废了龙少，然后如何？ 然后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再下去，大哥，打断四肢。大哥，饶命！大哥，龙少，我这就带人把龙天抓来。不用了，龙家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老兰，你可以混，但一定要有底线。这也是我给你的一个忠告。 龙涛，你怎么来了？还嫌你下班啊？走吧。喂，龙大少，别这么憋。唐浩然，没想到龙大少和他心思搞定，唐家会所你敢来吗？好，龙头，你不能去，唐浩然这是鸿门宴。无妨，区区堂长不会有事。欣欣啊，你听听，这都狂到什么地步？唐家现在在东江可是第二大家族啊！ 那权贵之追董首富的，他还以为他是当年的龙大少呢，臭不要脸的！呸！有些事情总要解决，我会平安过来的。唐少有令，想要进去便跪着爬进去。哦。 龙大少还是跟以前一样霸气，不，是跟以前一样霸道，竟然从门口打了进来。你也厉害，还是和当年一样霸气。啊不，是更。嘿嘿，龙腾，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东江黑吗？是不是骑在我唐浩然头上？老爷多福。 龙腾，我要是让你今天从这活着走出去，我就跟你姓。你们两个给我好好伺候一下龙大少爷，让他跪下来给我唱征服。一群废物！你叫人啊，我给你热身。
把我唐家最厉害的法官给我叫进来，我把他大卸八块，都给我进来。这两个是我唐家一流的高手，拳击冠军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真吓人啊！龙腾，没想到你是有备而来，我现在跟你不玩了，咱们走着瞧。我还走了，咱们敢动吗？你要是敢动我，我要是你全家，不，你已经没有家了，是你老婆全家都得死。他妈敢打我，我弄死你！我说你蠢，你还不信？都这时候了，还敢不行？你也说了，我现在就是一官子。你是堂堂都是大事，你说我们一话一命，你要是敢动，他什么会放过你的？没关系，反正你是堂堂，唐大少，一路走好。贾老板，我认输了，认输？哎，不不不，你可是东家的少子，那认输了啊？我真的认输了。走。你赢了，按你说的，跪下唱征服，饶你一条狗。好了，走。不不不，我说，我说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先来一条胳膊，再给他家一个警告。不不啊啊啊！龙腾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跟唐大少畅谈了下当年的趣事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嘿，龙腾，没想到呀，这么快就摆平了坤子和段龙，我下一次就没这么好运。下一次。你要你东腾，我光累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哎，嫂子，这么多年我哥没在家，饥渴了吧？嘿嘿，有机会啊，我们切磋切磋。我怎么着？嘿嘿，有机会啊，我们切磋切磋。我怎么着？你在这就给我转这么多，龙腾。跪下跟龙少道歉，否则我让你永远踏不进商场一步。就凭你，江心，以后跟着本少爷混，商场里的东西随便你碰。吴凡，你以前跟狗一样跟在我身后，现在敢呲牙了？好，今天我就把你打回原形。喂、哎，给我收了嘉盛市场。哎，你个劳改犯，倒是挺能装逼嘛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哎呀！滚滚滚！没用的东西！喂？什么？商场没收了？龙腾，是不是你这个混蛋干的？我说过会把你打回去。现在这个商场不是你们的，滚吧！你个混蛋，我跟你拼了！好好的人不错，非要当龙天的狗，就让龙天陪你干。龙少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们吴家吧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要怨就怨你强替龙天出。龙天啊！你别打！龙腾，你的钱哪来的？当年你是不是真的贪污了龙家的巨额财产？没有，我当年是曹莹和龙天陷害我的。那今天的事呢？你怎么解释？我就不瞒你了，刚才啊，
我是给董承打的电话，这商场也是董承办的。董总，他为什么会帮你？你应该知道，董承之前也是当兵的，我呢和他是战友，并且救过他的命。那这么说，我应聘副总的事也是董总帮的忙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？我要调查当年的事儿，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和董承的关系，曹英肯定会对当年的事杀人灭口。不过现在没关系了，我已经掌握证据了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爸，你一定要杀龙头那个混蛋，给我报仇！你放心，谁敢动个儿子，我绝对饶不得他。家主，据可靠消息，董承好像跟龙腾和蒋欣关系匪浅。啊？他咋敢吃面？那东江龙头的位置也该动动了。爸，爸，天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不是龙头那个让打的？这个你，爸，龙头今天收购了家政商场，他用的肯定是七年前贪污的那笔巨款。怎么可能？我一直相信腾儿是无辜的，可现在证据确凿。哇，这个逆子，这次我看他还怎么狡辩。啊！把消息放出去，我要叫龙腾在东江臭气熏天。好嘞，爸。龙腾，你答应老娘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办不到的话，你今天就滚出我们家。妈，你这不是为难龙腾吗？放屁！我可听说了，当年龙家丢失的巨款可全在他的身上。妈，房子的事我已经办妥了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哎，知道这是哪吗？你们这破车也敢停到这儿来？我们是业主，去一号别墅。一号别墅？就凭你们？你可以去查一下龙腾和蒋欣。又蒋欣，你这个贱人也在这儿呢，在这干嘛？这也不是东江第一美女蒋欣吗？这也不是东江第一美女蒋欣吗？顾城，请你自重。给老子闭嘴！龙腾，我最近在到处找你，没想到你今天主动送上门来了。找我？找打吗？你竟然敢伤了我兄弟唐少，我今天就要替唐少报仇，给我上！小懦夫，住手！龙腾，你干嘛住手？他可是洛少，这片别墅都是他的，你惹得起吗？惹得起？再敢侮辱我老爷，小心把这块别墅都给炸了！洛少，洛少，你没事吧？你他妈混蛋，哪个眼睛看出老子没事了？叫人给我废了他！陆少，我刚确认了，他是一号别墅业主。什么？你说董成买了楼王是送给他的？哪是送给他的？送给蒋欣那个贱人的。陆少，绝对不能饶过他！原来是个绿毛龟啊！那我砍了你，既替我兄弟报了仇，又替董总解决了麻烦。陆腾，这个人情我给你记下了。叫人！给我废了吧！叫人给我废了吧！快来人，给我卸了他两个胳膊，替我兄弟报仇！住手！爸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痛死你！你想害死我们骆家不成？爸，伤了他，唐家跟董家会感谢我的。你个蠢货！我们只是个卖房子的。唐家和董家的事也是你能掺和的，你再敢多说一句，我先废了你。龙少，不好意思，小儿无知，冒犯了您，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你还算个明白人，下不为例。龙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房子难道真的是董承送你了？是啊，这明明是董总送给我们欣欣的，怎么可能是送给龙腾这个窝囊废的？妈，女儿啊，你看董总都送给你楼王了，你还说董总不是在追求你？那根本不是这样的，龙腾是董总的救命恩人，
这房子呀是送给他的。送他的？怎么可能？反正我不管，这个房子呀是我的了。龙腾，龙总已经让我做了副总，还数次替我们撑腰，你现在还要人家三个亿的房子，你这是嫌恩图报，这个房子我们不能要。你这是嫌恩图报，这个房子我们不能要。是啊，这么做是不太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那可是救命恩人。龙腾，我还要豪车，给我去弄。妈，你这么做太过分了，你再这样心情我不认这个妈了。你啊，这样吧，车子咱们就不要了，这个房还是留下来吧。龙腾，如果你敢要这个房子，我们就离婚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蒋小姐，刚才是我满嘴喷粪，求你给董总求求情，饶了我吧。滚啊。哎，谢谢。你个贱人，因为你莫少把我给踹了。小小小，你最好检点一点，你代表的是蒋家。你个贱货，告诉你董总，你有脸说我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你没有董少会送你三个亿的楼房，你没有他会首罚马家，在家里养个软饭王，在外面勾引。你再给我回来了，你就是滚出去！你个贱人，你干什么？竟然敢污蔑我们蒋小姐，看我弄死你！你俩勾搭，还把别人说不成？保安，给我弄出去！你们干！你们贱人，给我等着！保安，别生气了，别处的事情全听你的。龙总。那个房子我们不能要，龙腾是救过你的命，但是一般恩情你早都已经还完了。蒋小姐，我的命还不值三个亿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样吧，蒋小姐，你是我们集团啊最重要的员工，别墅的事情就当是你的工资和你的薪水。哎，老婆，都听董总的吧，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。下次不要再这样了，你要记住，现在是我们欠董总的钱，不是董总欠你。是是是，都听了。醒醒啊，四海集团把我们的工程全给停了，你要全负责。是小小去公司无理取闹。我不管，你必须把这些工程给我要回来，否则我把你赶出去。小家伙，想清楚再说话啊。不是欣欣需要你们蒋家，而是你们蒋家需要他。你再敢说一句不中听的话，我马上带我老婆走。不信你就试试。你，你再敢说一句不中听的话，我马上带我老婆走。不信你就试试。欣欣啊，咱蒋家不是没有这些工程啊，你说人家求你了还不行吗？工程我可以给蒋家，但是我要求必须是我爸负责。蒋欣。你工程做的怎么样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非要让我说出来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次工程都由你爸监管。怎么了？你的小嘴呀、啊，就是甜。欣欣呀，天豪都等你半天了。欣欣，之前是我误会你跟我叔叔了，现在误会解开了。我也终于能向你表白了。董少，请你自重，我是有家室。欣欣，从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深深的喜欢你了。欣欣啊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，跟了董少，别说是那个楼王了，就是半个江城都是你的。你曾经对我叔叔的救命之恩，我们董家已经还完了。我再给你500万，离开欣欣，远离董总。董少。不想为你叔叔打断那两条狗腿，看你给我。你放屁！凭借欣欣能力、才华又出众，长得又这么漂亮，做我董家的媳妇儿，我叔叔一定很满意。天豪，你太有眼光了。你放心，阿姨100个支持你。董明华，你叔要不是董晨，我一把早就拍死。董晨，恭喜你了啊！你侄子向我老婆求婚了。叔，你妈！
张老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叔，叔，我是真的喜欢欣欣，我是真的喜欢欣欣，欣欣，欣欣，叔，我是真的喜欢欣欣，龙主那个混蛋，真的配不上欣欣。请龙帅恕罪，请龙帅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董家以后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装的什么？龙帅，开什么玩笑？他妈的，要是再敢说一句，我杀了你，信不信？下不为例啊！是，我操，他是龙帅，叔，他可是我的偶像呢，曾以一人之力抵十万大军的。我，你他妈的，你个臭小子，你给我记住，龙帅的身份是绝密的，你要敢胡说的话，我割了你舌头！你回江东就砍掉我儿子一条胳膊，龙腾，你还以为唐家是以前的唐家不成？如果你们唐家不来找我，我还想不起，何苦坐这吹口哨？哼，龙腾，好狂的口气啊！在东江，董成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才好狂的口气！哼，老大，这个老匹夫就不劳烦您出手，交给小弟就行了。老大。对啊，老大，你可一直是我的偶像啊！我要当你小弟。这小子有点意思，知道了我的身份没吓得尿裤子，竟然还有胆量来认老大。老匹夫，想怎么着？划个刀吧。好，好，此生牛犊不怕虎，今天我要替董成好好的教育教育你。你也配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我就替我叔跟你们唐家宣战。好，好，我今天看看你董家到底有什么能耐。龙腾，等我收拾完董家，你给我出来再收拾你，等到时候看谁还能护着你。你小子，这是跟你叔有事呢？哎呀，那不有老大您的吗？啊，臭小子，惦记到我头上来了啊！还不赶快跟你叔说一声，让他备战，否则要被打个措手不及了。喂，妈，什么事儿？欣欣，快来救我！妈，妈怎么了？这个老妖婆撞坏了郑少送给我的镯子，赶紧赔钱！欣欣，是小小故意撞我，又摔碎了镯子的，他还找人打我。妈，你先起来。小小小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赔钱！这可是京都郑少送给我的镯子，价值500万呢。赶紧赔钱！赵少，他欺负我，你要为人家做主。想不到，小小的东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子，我看镯子就不用赔了。你陪我一晚上，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赵少，你昨天晚上说只爱我一个人的。我是昨天晚上说过只爱你，但现在是今天。我没骗你。来人，带走。哎，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动我手。真是不知好歹啊！怎么，好吃不如饺子，好玩不如嫂子是吗？敢侮辱我嫂子，我弄死你！我告诉你，我看上了你，天王老子来了，别气。我看上的女人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我的叔叔可是东江首富董成。东江首富董成是你叔叔？你回去问问你叔叔，见到我们郑家呀，他是不是该跪着？京都郑家？怎么怕了？怕了就滚。怕个屁！信不信我弄死你？郑家再牛逼，能比得上龙帅牛逼？傻去！英雄救美，我很喜欢。既然你们今天非得护着这个女的，那我还今天啊，真的要定了。那我。龙腾，不了，抢他打郑少。哎，
很好。看来你们东家啊，静得太久了。走。废物。息怒啊，息怒啊，陈少。三天之内把蒋欣给我送到床上来，伺候，不然我让你们蒋家从这个地球上消失。至于那个龙腾和董成，我会让他们慢慢体会到什么叫生不如死。程少，我给我闭嘴！你给我记好了，以后少在我面前玩小聪明。对，狗！蒋欣来之前就乖乖的伺候我，我现在火气可是很大，还等着干什么？快点爬上来给我拜拜火！看什么呀？看着你孙女伺候我。我出去！我走！事到如今，我们夹在董家和郑家中间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爸。京都郑家，那可是顶级的家族，我们的机会来了，只是可惜了小小。啊，只要把蒋欣送过去，小小就没事了。那我们把蒋欣送过去，我们不能出面。是这，你去找咱们凤下老大喝茶。无罪，天毫无理，请无罪恕罪。听说唐家出手您损失不小，唐家呀损失更大，这点小事不用您操心啊。你说唐家怕是在加上你京都镇，我今天卸了他一条胳膊。别说他一个郑家，就算是天皇老子来了我也不会怕的，这也算是对我们董家一次实力的考验吧。辛苦龙帅。还有啊，龙腾集团明天要开股东大会，好像要把权力交给龙天啊。回来后我还没回龙腾集团后，就明天吧。老大，明天我也过去凑热闹。二弟，你说的是真的，京都郑家大少相中了欣欣？是真的，郑少亲口说。可是你也知道咱家欣欣的脾气，不能让这个丫头胡来。郑家大少如果当了我的女婿，那我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贵妇了。嫂子，我有个主意能让你如愿以偿。快给嫂子说说。最近我的身体欠佳，从今日起就由龙儿担任总经理，主持公司大局。我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，带领公司。你也配领导我龙腾集团吗？龙腾，你还有脸来公司？我的公司我凭什么不能？公司是龙家创立的，而不是你龙腾。要不是你贪污巨款，导致公司险些破产，我们公司早就是顶级公司了，都是你害的。我贪污自己公司的你们贪不清，罪证确凿，岂容你抵赖？罪证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到底是谁的罪证。既然拿到了龙腾的手和印章，就把全部的钱给我转到海外的账户上。好的，夫人。不过你之前承诺的，事成之后给你。这次我一定要把龙腾关进牢里，然后派人进去干掉他，龙家就是我的了。龙总，龙总饶命，都是曹英和龙天逼我的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父亲，这些都是假的。取消龙天一切职务，龙腾，你跟我来。哇，
龙腾，我可以给你评雪，龙田和曹英的事我自会解决，但是此事绝对不能扩大。凭什么？当年他们冤枉我时，你为什么没能想到不将事态扩大？凡是把我送进了大牢，就凭我是你父亲。好，很好，你还真是个好父亲。你毁了我的一切。你不是在用那个女人吗？好啊，你后悔一辈子。喂，龙腾，蒋欣现在在我们的手上，不想他死了，就一个人过来。龙天，你最好放了他，否则我必杀你。我好怕怕呀，不想他死，那就来城东烂尾楼，敢报警，我就把锦旗摔死。喂，喂，龙帅，我立即调案组前往。来不及了，我们先过去，见机行事。龙天，你不要冲动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要是不回来，龙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龙家的东西，我不要一分一毫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别动！好好好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马上走，我可以马上离开东家。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父亲肯定会把我关进监狱，就跟你一样。不会，父亲说了，他不想让事态扩大，他在保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。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劝你找死，我成全你。哎，龙腾，你别冲动，他可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啊！七年前就是他和他母亲想置我于死地啊！弟弟，退官。龙腾，你杀了他，你还想回去坐牢是不是？你还想让我一个人等你多少年？啊！妈，爸要关我一年禁闭，我不想失去自由，我不想。天儿，你放心，龙家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包括你爸都不能拿走。可是龙腾就要回龙家了，妈，你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呀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心狠啊！不行啊，妈，那可是我爸呀，我们怎么能那么做呀？龙腾回来，能压住他吗？我。龙家的财产，你我分到几寸？可那是我爸爸呀！只有他死，你才能接掌龙家之位，才能置龙腾于死地。妈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龙腾见我们迟迟不回家，他会着急的。他着急管我屁事呀！哎呀，妈还能害你不成吗？这上，哎呀，你可来了！我们欣欣呀，都等你等的心急了，快请坐了。真的是，让我的小美人等了我这么久，实在是罪过。教授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欣欣，哎，坐。欣欣呀，真是不费我们强百倍万倍。你就别死下了，听长少的话。啊，妈，你这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。哎呦，妈怎么会害你呢？妈走过的桥呀，比你走过的路都多。妈，我们看错人了。乖啊，既然如此，那你自己嫁吧。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，恐怕四海集团就保不住了。郑少，有什么问题，你冲着我来。别拿伞就能开刀。我今天心情好，这样吧，你给我喝一杯，我就放过四海集团。欣欣乖，郑少道个歉，一切都过去了啊。欣欣啊，我先开门进。
欣欣啊，你就陪郑少好好聊聊。郑少，你可答应我，不能辜负了大欣欣啊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我的小美人，我说过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告诉你，你等一会儿就会求着我二次婚。啊！别说。老板，怎么样？下来呀！没事，回来了。到底是谁？我的朋友都是万里挑一的，你怎么可以？你惹不起。你好，把那三条给我卸了，之后再算总账。是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啊啊你个混蛋，又坏我好事儿！妈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你蒋登辉，你个窝囊废，你老婆都被人打了，你就这么看着？你活该呀！你差点把女儿推到火坑里，你知道吗？龙腾那个是废物，他根本就不配。闭嘴吧！你想想啊，董成能为了他跟唐家和京都的郑家去开战，还有董成那个侄子整天跟个赖皮狗似的跟着他的后，你以为他们之间只是简单的救命之恩？愚蠢！你的意思是？你以后啊，千万别再惹他，这个人太神秘了。他这个王八蛋必须认死！还有你和蒋家，一个都没杀过。队长，这事真的真的与我们家没有关系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，我求你了。跟你们没关系。这人不是你们蒋家人吗？小小小，咱们这一次跟京都的郑家，我倒要看一看他们董家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啥叫董家？我们唐家就是名副其实的东家门口。到时候我让你们跪在我的面前。蒋欣那个贱人，亲眼看着他被凌辱。老大，我舒快顶不住了，救救我们董家吧。怎么？京都高层向我们东阳施压了，我叔叔的公司全部被查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叔叔非被弄进去不可。看来郑家出手了。龙小子，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？好家伙，京都好像不太安分。董村是我前侍卫长，看你办吧。好，我会关注这件事。好吧。舒雨燕。爸。你真的让龙腾回归龙家？爸，现在唐家跟郑家联手，龙腾肯定没有活路，他这样会害了我们龙家的。你们不许再针对龙腾。如果龙腾这次能过了这一关，爸，天二，你如果再胡作非为，别怪为父翻脸。我，淑云啊，天二知道错了，以后家里边事儿都听你的。龙淑云。龙帅，您太厉害了！那些来查公司的人都灰溜溜的跑掉了。龙帅，不好了！您的父亲龙树生生命垂危，正在医院抢救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龙天放出的消息，说是你把龙先生给气了，而且
现在整个龙腾集团都由龙天和他的母亲曹云全面接手。我先去医院，你让二子们查一下，如果真是他们动的手。龙腾，爸都快被你气死了，你还有脸来？龙天，别让我知道你在动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爸，你爸，你要快气死了！难道你还要打我个孤儿寡母不成？谁是龙腾爷的家属？我爸怎么样？已经出问题了。爸！基本已断定龙先生已经生命危了，你们商量一下，是维持他生命，还是走走走走。我虽然恨他不配为人父，不公，但他不能死，绝对不能死。我不管你在哪，十二小时内必须赶到东家。给我滚！要不然老子打死你！我看谁敢！你敢动我龙少一根手指，我剁了他的爪子！龙少，让你受惊了。他人守在医院，除了医生，谁也不能接触我父亲一下。行吧，好，拉出去！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刚得到消息，我们京城的产业被查封，损失惨重啊！怎么有这么大能力？这次是我们大意了，我们没有想到董成竟然是龙帅的侍卫长。我们打压董家太狠，董成找龙帅告状，龙帅亲自给上面打了电话。看来这个董成以后我们碰不了了。董家是动不了了，但是这个龙城我绝对不会放过他，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，为我儿报仇。还有那个蒋欣，好好好，老二好好养伤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说什么？人称妙手医生的胡可，一个小时后就能到东江。好，真的是太好了，这么说我有救了吧？啊！我儿放心。还等着干什么？龙帅，胡可刚到医院门口就被郑家劫走了，郑家真是作死。龙帅莫急，我现在就去接胡可。我和你一起去。郑家主，我奉劝你最好立即把我送回去，否则大祸临头。不是，小儿的病刻不如我，还请神医出手相治，我郑家必有厚报。你儿子的伤我可以治，但我立即马上要去救治另一位病人，否则东江的天就要塌了。我就是东江的天，你可救救我儿，否则否则怎么样？你还想把我杀了不成？你不行，别说杀，救我，救我！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我郑家的地盘闹事？就是你郑家的老爷子在这，也不敢放如此大胆，把胡可交出来。你是谁？龙腾。你就是龙腾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了。来人，摘了他的脑袋！秦龙帅，你是龙帅？胡可参见龙帅。绝了，赶快去救助我。是。龙帅饶命！龙帅饶命！都是我们郑家有眼不成。龙帅饶命！看在郑老爷子的面上，郑家可饶。但有些人必须死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别，你就安心的去，我们郑家也会远离都城，隐姓埋名。龙帅，你父亲的病已经控制住了，
三年以后就会醒过来的。林虎，龙帅是大夏国支柱，这是我们公子。哎，郑家走了，唐家完了，我们承办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仗着郑家撑腰，得罪了不少人，现在郑家走了，我们蒋家。 怕是也要完了，而且现在唐家也不，我们蒋家还有救，只要我们去求蒋兴，他让董承说一句话，就没有人敢动我们蒋家。对，爸，咱们现在就走。走。蒋兴啊，蒋兴啊，过去都是爷爷不对。 爷爷现在给你道歉，可是我蒋家不能倒啊！那个小心心啊，这小心心出事，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，给你磕头赔罪。小心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你死，我一定要你死。蒋家可以留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 什么条件？蒋家家主之位传给我岳父。龙腾，这不行。如果您不接手家主之位，董承和各大家族是不会放过蒋家的。好，好，好。今后蒋家的主人就是董辉，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插手家族的事情。 爸，龙帅，曹营得知您父亲即将醒来，前进病房想杀掉您父亲，现在曹营已经被案子的人杀了。好大胆的胆子！龙天已经被抓起来了，请龙帅发落。司闹巡捕局吧。是。龙帅，怎么回事？谁让你们现身的？龙帅。 您的身份暴露了，什么？蒋小小为了拍杀手，报复您和夫人，把你们的照片发在了暗网。现在全世界的敌国探子和杀手都知道您现在在东家，等我们发现情况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林赛状况如何？正在密切关注，怕是会风云再起，请龙帅恕罪。龙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其实我就是龙国龙帅，贪狼是黑龙军战王，董承以前是我的龙卫。对不起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瞒你任何事。请你把我拉进去。谢谢。 什么情况啊，老头子？你打我一拳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的女婿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的龙帅啊！你想想，你以前怎么做的？哎呀，我以前真是瞎了狗眼啊！让案组密切注意，凡进入东江的杀手，杀无赦。调一队龙卫，保护我的家人。 把你贪狼亲自保护我的夫人。如果派顶级杀手出动，案组的人怕是查不到。要不要调营长过来？不用，那些人交给我就。遵龙下令。另外，黑龙军出击，剿灭杀手组，让他们知道龙国的身影，是他们永远的禁地。国手传来消息，让您尽快返回边境作战。处理完东江事宜，我立即。长火令，四禁军严阵以待。 以防敌国深乱，遵龙下令。龙腾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得了你们一分一毫。能杀我的人，还不存在。龙帅，他竟然是龙帅！
更是龙顺，放我更是龙顺。你妈再不放出去，我让龙顺灭你们九族啊！我可是龙帅，我可是龙帅啊！原来你就是龙帅呀，居然以身诱敌，杀了你！我百亿之间值了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主局杀手的实力。杀了！我这小子有点难对付呀，这钱不好挣啊！杀！哎呀，我呀！阿伯，以后蒋家和龙家就交给你了，照顾好自己。我等你回来。龙卫听令，返回边疆，再战即寇。遵龙下令。